sing. Tune my heart to sing thy grace. Streams of mercy never ceasing. Call for songs of loudest praise. Teach me some melodious sonnet sung by flaming tongues above. Praise the mountain fixed upon it, mount of thy redeeming. 大家好，我们青年团契的主题是为了你我愿意。这个主题的目的是为了要让青年人们能够团结一心，一起的来委身在侍奉里。青年团契一个月有两次的团契聚会，每次聚会平均会有58个人来参加。在团契里面常常会举办许多的特别的节目。Let thy goodness like a fetter bind my wandering heart to thee.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配合堂会的一些的大聚会或者是堂会性的活动。青团小组呢，总共一个月呢进行两次。那么这青团小组我们就是有四组，我们通常呢是在亲友的家进行我们的小组。在小组里面，除了可以一起的学习神的话，我们还可以一起的分享彼此的带导还有鼓励。所以呢，在小组里面我们是很轻松的，可以彼此的学习，我们不会感到压力。所以青年人们，如果你们还没有参与小组的话，我希望你们可以来参与小组，希望可以见到你。欢迎所有的青年人来加入我们的这个大家庭。